世尊，前面有个岔路，一条是直的，但路上有许多狮子猛兽，另一条是弯弯曲曲，可是比较安全。请问世尊，我们该走哪条路呢？如来是没有任何畏惧的，走直路。世尊，您走的这条路有可怕的野兽，但我们可以做您的侍卫，保护您。你们要怎样保护我呢？如果猛兽来了，我就摇小鼓吓唬他们。如果他们来了，我就用弓箭射他们。不用保护我了，你们已经圆满资粮，可以回去了。世尊，今天是什么样的因缘放光微笑呢？刚才那两位天真活泼的小孩对我升起清净的欢喜心，将于十三大劫之中转生为人天众，享受人天福乐，之后再转为人身出家修行，在寂静的地方独自修学三十七道品，正得独觉果位。其中一位名叫无畏独觉，另一位叫古生独觉，所以我放光微笑。